好，那十字系第二章啊，二之一，这二之一还二之二，声东击西这个啊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图纸啊，在这里要去捡。击阔图纸，竟不知是何人所绘。OK， 在这里，感谢弹幕啊。不知道这张图纸上所绘的究竟是何物，还是带走吧。这座沙堡机关重重，想必日后一定有用。死不全种。好，那这一关是二之几啊？二之啊，反正是探查沙堡了。探查沙堡这一关应该是二之四吧？好，然后这边右下角这里有一张，不是一张，断裂的准槽，损槽。反正就是一个小风扇啊，然后右上角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是机括吧，一样东西。这一关有两个隐藏宝物哈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只要拿到，然后打赢这场战斗就可以拿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拿到这个跟这个。好，这个字要怎么念？我不会念啊，我国文没学好啊。好，这两个，我记得这两个可以炼化。好，刚那个道具在哪里呢？在特殊这里吧。好，散落在凡沙堡内的断裂的准头，准头是念准吗？这个字到底怎么念？我查一下。注音，读音什么？损哦，哦，损头，跟机括相连哦，跟这个机括吧。是吗？好，反正就是先拿起来就对了。OK，